宝贝们，我来晚啦！这期给大家做先知的手账。巧的是，今天是10月18日，正是伊莱进入中原的日子。下面开始画人物吧。很小的时候，伊莱就能看到幻影。通过与其中的一些幻影对话，伊莱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。然而，这种能力并没有在经济上为他带来改善。对未婚妻的承诺促使他接受了来自欧利蒂斯庄园的邀请函。他的奇妙能力会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吗？给伊莱画一个大蛋糕，呵呵。这期的手账做完啦，也帮伊莱过了生日，心满意足，呵呵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哦，宝贝们，下期再见。